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Gameplay 战队对战第一次，主角是芬兰冰刀顶级枪神那十年，地图是 DOS 2，此时阵型是 3B 两面，打人梯顶狗弹架枪小道，双方的道具铺天盖地，对方要出迅速反闪，正想查看时突然爆闪，对方已破平台抛出反投四，双方一换一架枪等待，闪现甩枪多发击杀，突然受袭迅速掉头，甩枪狂穿爆头又猛然回头涌，不到一秒再爆一人二狗被杀，迅速上前晃枪击毙，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。帮忙扔出中路我五，此时阵型三 B 两 A。广场再搭人梯架枪小道，迅速抛出中路高空闪，再扔出四炸中门，又狂穿墙逼退站位，又再爆闪，再穿墙击毙。小跳过来，小远还有人，但此刻爆点大来人，道具不断贴墙架枪。打算与狗弹强攻中路，忽然二狗身亡，土匪已上平台，奶狗击毙一人，迅速上前抄起菊花，闪出甩枪爆头，突然受袭，此时奶狗也阵亡，碎步移出晃枪击杀。 C4 已经安装，被穿墙立即跳起，甩枪爆头非常精准，对方放的警加包却放弃了地理优势。此时阵型三 A 两 B 出师不利，狗弹身亡，与二狗迅速上平台，突然奶狗也阵亡，元气大伤，此刻要小心中路的偷袭。忽然二狗击杀一人，那时立即扔出中能三，再抛出四，此时必须一扑，正想穿墙时一片空白， CS 安装白光不断，对方道具层出不穷，扔出闭门五，又疯狂穿墙，突然狗剩也杀敌，打算保枪，同时却匪家截杀后路，迅速奔向后花园，狗剩扔出配合闪闪身，拉出甩枪击毙，不到一秒再爆头，又迅速跳下晃枪多发击杀，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四一比，快速奔向一门，同时扔出死，不断穿墙破退对方站位，众人集合准备进攻大，突然狗蛋身亡，行踪暴露，对方爆闪，缓缓上前，道具风景架又不断抛出三，忽然二狗也阵亡，迅速来到一波狂冲混烟，架枪等待掩护队友放包，此刻奶狗归西，平台来人闪出单点，同时要注意警家的偷袭，急速点射，最终击毙，又甩枪平台击杀，可惜被补枪身亡，终究两拳难敌四手。此时阵型默认上次，来到小道原点，扔出中路欧五，突然狗弹首杀，马上锁定小道，对方可能出来补枪，
忽然二狗身亡，正想爆闪时被白亮瞎狗眼。爆点 B 区以空快速抛球三段后，与队友一起进攻抢占 B 区，同时狗蛋归西，扔出 B 门后三锁定位置。先在三角位架枪，此刻狗剩受袭，突然狗剩以架和西去，小丁闪出甩枪爆头双杀，妄想狗动最终三杀，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